朱婷28分，瓦基弗银行2-3，费内巴切无缘土耳其杯决赛。小编提醒，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。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，多谢您点赞，欢迎您评论。腾讯体育讯，北京时间3月24日凌晨。2018-2019赛季土耳其杯女排赛结束半决赛争夺。瓦基弗银行第四局挽救5个赛点拖入决胜局，但还是以2-3不敌费内巴切，无缘决赛。五局比分为25-17、21-25、21-25、31-29、13-15。本场比赛，朱婷28分难救主，费内巴切瓦尔加斯独得38分。晋级决赛的费内巴切将与伊萨奇巴西争夺冠军，后者以3-2险胜加拉塔萨雷。比赛焦点，战况回顾。首局比赛，斯洛特耶斯2号为扣球得手，区内时快攻得手后连续拦网得分，瓦基弗银行4-1抢得先机。区内时和斯洛特耶斯发球接连失误，不过费内巴切布里西奥进攻出界，奥兹巴伊拦网建功，瓦基弗银行8-4逼迫费内巴切主教练特尔季奇请求暂停。斯洛特耶斯失误，巴巴特拦网得手，费内巴切连得3分。8-7后，朱婷扣球连得2分，拦网掷地有声，帮助球队11-7拉开比分。朱婷4号为扣球再得1分，瓦基弗银行在技术暂停时以12-10保持微弱领先。随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，费内巴切拽住一次反击追至14平，朱婷反击命中，奥兹巴伊拦网得分，瓦基弗银行17-14再次领跑。朱婷和奥兹巴伊再次贡献一扣一拦，瓦基弗19-14扩大战果。20-17后，朱婷进攻和拦网相继建功，帮助球队23-17领跑。斯洛特耶斯2号为扣球得分，瓦基弗银行以24-17拿到局点，斯洛特耶斯反击命中，帮助球队以25-17拔得头筹。第二局，费内巴切用古巴天才少女瓦尔加斯替换下波兰出任接应。瓦基弗银行5-3、8-6、10-7领先，朱婷扣球2次出现失误，费内巴切顽强追至11平，布里西奥发球失误，瓦基弗银行在技术暂停时以12-11占先。技术暂停后，费内巴切连得3分，14-12反超，瓦尔加斯和布里西奥的发球连续破坏瓦基弗银行的一传，不管是朱婷还是斯洛特耶斯的进攻都受到阻碍，而瓦尔加斯进攻势如破竹，费内巴切保持住优势，以21-19领跑。局末阶段，布里西奥扣球得分，费内巴切以24-20获得局点，瓦尔加斯2号为扣球被拦死，瓦基弗银行挽救一个局点，但随着替补亮相的伊尔达里姆扣球打手出界，费内巴切以25-21扳回一城。第三局，双方开局短暂交着，5-6后瓦基弗银行对费内巴切的拼发球准备不足，不管是朱婷还是奥格的一传都出现波动，瓦尔加斯、布里西奥、艾达的进攻多点开花，费内巴切打出一波小高潮，以12-8拉开比分。接下来，费内巴切继续强势，进攻势如破竹，特别是瓦尔加斯和布里西奥，两人如入无人之境，瓦基弗银行派上拉希奇加强拦网，朱婷反击打手出界，帮助球队追至11-14。不过费内巴切保持住优势，以22-18领跑。局末关键分，拉希奇快攻没有打死，瓦尔加斯2号为扣球得手，艾达发球出界，拉希奇发球直接得分，朱婷单人拦网得分，布里西奥下球帮助球队24-21拿到局点。
斯洛特耶斯没有打死，瓦尔加斯反击命中，费内巴切25-21胜出，局分2-1反超。第四局，瓦基弗银行变阵，卡拉库尔特顶替斯洛特耶斯，拉西奇与阿克曼搭档复攻。开局，瓦基弗银行对费内巴切的拦网不太成功，以6-9落后。朱婷斜线、直线进攻分化合理，但球队对瓦尔加斯的拦防毫无办法，费内巴切以12-10领先。朱婷原地起跳，开网反击得分，帮助球队追至13平。罗宾逊拦死瓦尔加斯，卡拉库尔特反击下手果断，瓦基弗银行19-16拉开比分。瓦尔加斯跳发连的2分，艾达反击被飞打中，费内巴切追至20平，阿伊卡奇替换下后排的朱婷。焦灼时刻，瓦尔加斯发球破功，艾达探头打中，罗宾逊顶住一传，卡拉库尔特进攻渡轮。费内巴切发球得分以24-22获得赛点，艾达发球失误，朱婷反击下球，瓦基弗银行挽救2个赛点，将比分追至24平。瓦尔加斯进攻得手，费内巴切获得第3个赛点，朱婷扣球得分，帮助球队再救赛点。瓦尔加斯扣球命中，拉西奇拦网得分，瓦基弗银行挽救第4个赛点。朱婷发球对手送探头，拉西奇把握住机会，不过巴巴特毫不示弱，费内巴切追至27平。艾达兰死罗宾逊4号位扣球，费内巴切夺得第5个赛点，拉西奇快攻化解赛点。28平后罗宾逊探头得手，费内巴切化解局点。29平后罗宾逊扣球得分，紧跟着他拦死艾达的背飞，瓦基弗银行兑现第3个局点，以31-29艰难胜出。第五局，卡拉库尔特后攻出界，瓦基弗银行上来0-2落后。朱婷4号位打手出界，随后自接自扣一气呵成，费内巴切通过拼发球以5-2占先。拉西奇发球连的2分，朱婷后排进攻反击命中，瓦基弗银行以7-6反超比分。罗宾逊扣球帮助球队8-7领先交换场地。一边再战，伊尔达里姆和瓦尔加斯连续扣中，费内巴切10-9领先，朱婷扣球帮助球队稳住阵脚。随后两队比分交替上升，13平后瓦尔加斯扣球连的2分，费内巴切15-13胜出，局分3-2击败瓦基弗银行，晋级决赛。技术统计，本场比赛瓦基弗银行一共有3位选手得分上双，朱婷28分全队最高，罗宾逊11分，拉西奇10分，居内19分，卡拉库尔特9分，阿克曼6分，斯洛特耶斯5分，奥兹巴伊4分。费内巴切4位选手得分上双，瓦尔加斯独得38分，艾达15分，布里西奥14分，伊尔达里姆13分，巴巴特和拉巴德杰耶娃6分。首发名单，瓦基弗银行首发阵容为主攻朱婷、罗宾逊，副攻阿克曼、区内时、二传奥兹巴伊、接应斯洛特耶斯、自由人奥格。费内巴切首发阵容为主攻拉巴德杰耶娃、布里西奥，副攻艾达、巴巴特，二传安东尼耶维奇，接应波兰自由人伊尔马兹。